是在网络上买东西的话，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舒压的方式。终结人生了，我回到广州完成，掌声鼓励鼓励，黑莉，一起跟我们进步，让每个人 Great Yourself。我们金牌挑战赛正式开始。好，我今天呢来淘宝达人之夜的活动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在淘宝买东西咯。我来这边体验很多东西，那我自己很开心的是，因为我自己在淘宝就常常买非常非常多东西，那它现场有等于现场选购的感觉也很新鲜，很不一样，我就选给大家看，走吧。好咯，是开箱咯，开箱总是最令人兴奋。好，有什么东西？这两个呢是我过去小小尝试过，但是没有觉得非必要不可的那种感觉，这次就来尝试看看。就是它是底妆，那因为它底妆就是拍出来的感觉非常的可爱，所以就带回来试。口红、面膜、锁水、保湿非常的厉害，那就来试看看。Maybe我非常的爱买眉笔，这个眉笔呢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我等一下跟你们说。我先来开这个东西，这个是05棕色，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颜色。这个打开之后呢，我原本是想说这个是要自己装哦，但不是，它是有附一个，就等于买一送一，你用完呢不用担心。对我来说呢，一支眉笔、刷头和笔在一起是我觉得非买不可的，因为我这人就懒，我不想要就是出去的时候还带很多东西，而且我用的时候我就觉得换个头其实就很好，很方便，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，是我用过最软的一支，第一次觉得很舒服，还蛮赞的，因为就是会先上那个底嘛，多少就是会有一些那个粉啊粉底啊在上面，所以我就会先稍微刷出一个形，然后再用这个眉笔画上去。稍微偏深的自然棕跟我发色算是还蛮相近的感觉，没吧。再来这个其实这个盒子我觉得也还蛮漂亮的，01亮肤色的，02柔粉色，我觉得以这个价位来说是就是会想要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还蛮美的啊，这还蛮可爱的，就是拿在手上的那种感觉。01的打开，然后它有一个这个，平常就是放着有一个隔离的感觉，
图案在上面哦。当时最想要是因为你看这盒子里面还有附另外一个这个小蘑菇，小蘑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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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先让喂它喝水哦，喝水之后它就会变蓬蓬的，然后当你在用这个上妆，你的妆整个非常的服帖。好，来咯，这个就是当时我注意到它的时候，嘿，有没有一个是有碰水的，有没有它就蓬起来，就美妆蛋概念啊。两个颜色嘛，就是稍微比较深一点点，然后这是比较亮一点点的，然后当然这是就是对亮肤色来说，这是会很自然的那一种。这是01，这是02，有没有？上面看不太出来，好可爱啊！一边涂一个颜色，把它遮掉，轻拍的感觉还蛮舒服的。现在先遮了一边，这边是01，然后这边我现在要来弄02，这边是01，这边是02，有点偏粉。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偏白的感觉，然后02它是颜色稍微深一点点，但就是非常就是自然肤色的那种感觉。那遮瑕力呢，因为其实我刚刚还蛮用力的涂上那个眉笔，现在还看到一点点哦，这样的遮瑕力我已经觉得很棒了。再来就是女人最爱的口红啦，口红对大部分女生来说就是一个必备品。这个颜色包装还不错啦， OK， 也是可爱可爱的，有个雪花图案在上面，质感还不错。这样转开，这样排列的口红全部放在一起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种很爽快莫名的疗愈感，有没有？这四颜色其实都还蛮好看的，不会过于夸张，然后还蛮饱和的那种颜色。好了，现在来试口红。我现在就是擦掉的状态，我本身嘴唇就有一点颜色，四个颜色一起上。蔷薇红的颜色其实也是还蛮美的，平常我应该自己会很常用这个木槿罗色。桃花粉的颜色我觉得是还蛮美的，确实也是会想要拿来用一下。橘色其实一直也是我还蛮喜欢的颜色，因为一直觉得橘色很适合我自己。 OK， 好咯，四个颜色都在嘴唇上，上嘴唇有故意就是涂的比较外面，也很明显上色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确实就是真的都非常的饱和，滋润感呢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表现。我来把它混合一下看看，好，混合之后就变这种感觉。那总之这颜色也是还蛮美的。哦，它是磁铁哦，哦，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好，再来开箱这两个东西 ，Made in Japan。这边使用说明书最重要的主题，这一台机器专用的 cream， 有点凝胶状的感觉。它这个是有点渐层的颜色，还蛮美的。电池，这是 USB 的头。好，先来充电去。这是在充电的时候，它会亮桃粉色的光，还蛮喜欢这支的感觉。好了，这个就是长这样。这边就是指滑的那种，这个充电的长得不一样。来去充电，最后一个开箱的就是面膜，这个叫做聚补水，就是帮肌肤注满水光，冰川水水光面膜，里面五片。人在都市，肌肤住在喜马拉雅，好丝的这个缺口，后面有这个说明。好了，等一下齐大夫了。味道还蛮舒服，凝胶状的感觉，水水的在上面。来先看一下皮肤状态，常会比较干涩一点，就是绿色这个膜是要拿下，
还蛮轻薄的，非常服贴你的肌肤。我们就等15到20分钟吧。20分钟了，现在上面还蛮湿润的。哎呦，我的皮肤感觉还蛮滑的哦，而且很嫩，就是整个很舒服的感觉。现在，好，来用看这个保养拉提，然后每天使用，然后慢慢有效果。按开关喽。它有哔哔，有没有？然后它这个灯会亮，里面一圈，外面一圈，全亮。它就有这种图示，可以教你怎么去做。胡子，沿着凝胶往下滑，有热热的感觉，就是没有用凝胶的地方碰到的话会觉得更热，所以需要凝胶。这样子，一2、3，他建议每周使用5次，效果更佳。每天一次，每次不超过6分钟，3分钟他就会哔哔哔哔，会想要持续继续用。这支呢，你可以用各种保养品，然后来去做一些，比如说清洁啊，然后保湿，然后眼部的那种护理，它可以帮助让你的保养品吸收更好。电源。然后它也有 BB 哦，你要开始咯，模式依序变换。好，它就是这样变换嘛。模式的切换可以照着它的步骤这样去做。好，就是照着它脸开始去做。哦，震动不同，还没有去的。哦，还有这样子，还有这样子去用。刚有热，然后现在冰敷，它能这么快换吗？很舒服哎，它真的有冰哎，它怎么可以变化那么快啊？正点哎，我喜欢哎，不小心就爱上的感觉耶。化妆水在上面，它可以拿掉，放上去，扣住，也有这样子。大爱这支，原来这种东西这么有趣耶。以外观来说，就是这支就是会想选。如果说长期用的话呢，就是目前就会觉得想说这个就是功能性非常多，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它，还蛮赞的耶。它都有很清楚非常多的说明在下面，淘宝最近才会有的优惠，就要赶快把握咯，快去逛，快点。